今天那么早下班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撤了。哎，平时看您泼辣干练、雷厉风行，没想到还是个贤妻良母啊。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姐夫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您还站出来挺他，这份胸襟，一般女人真没有。如果你过来就是为了表扬我的，我已经收到了，再见。姐，您就别狂慌了，您和姐夫现在的处境。 的确有些尴尬，我呢，完全是出自对志玲姐您的关爱，想了个办法，帮您走出困境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？哎呦，姐，你是我的亲姐姐，我真的是为你好。哎，我给你分析一下，现在外面所有人都觉得姐你是为了维持婚姻硬着头皮挺老公，你们越是这样，别人越是觉得你们夫妻之间有问题啊，还不如大大方方上节目，公开秀恩爱，堵上他们的嘴。 姐，话都已经说那么多了，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啊。姐夫，你来了。 姐夫，今天有空接志玲姐下班啊？聊完了。哦，我刚才跟姐汇报工作呢，聊完了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会儿，这没了，加点儿。加。